歇歇的。对，好吗？落榜啊？不会啊，这不会，你担心什么？落榜，那文昌帝君就不用拜啊，对不对？那榜是落榜，落榜啊，有很多人啊，他的成绩也不错啊，八十几分啊。我那是背一了没？背一会不会上？啊。那我没上怎么办？我也没上。干嘛？啊，嗯，这个。他成绩也太晚才寄来是吧？好多、哦，没错。不会啊。太多了啦，落榜的人就要吃多一点了，可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是落榜，背应该有希望，背就落榜呗。如果是落榜，也是命中注定的，就是这样。可怜啊！哎、欸，他这样等待的心情很忐忑，不会啊，煎熬，他还要看别人有没有那个什么放弃声明，你知道吗？可以有啊。放弃声明啊？对啊。放弃什么声明？就是我之前硕士不是有录取东华吗？嗯。然后我想念啊。嗯。然后那个什么，他们就要出去打来啊，问我到底有没有念，没有被人家就赶快放弃，让被取的人那个什么可以安心。可是他不是会叫你赶快那个吗？他就问我到底有没有叫那个啊？是你知道吗？你那种的研究班跟他的那个研究班不一样，他就是在职研究班，你那个是啊，他们的规则都一样，一样的，我怎么不一样？规则都一样。哎，干嘛？我不要哎。没有必要。够了。这个小熊猫老师。Enough。最近你早上知道吗？他早上知道。哎。好了啦，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，人家没事我不知道。啊？你们要不要在家出吧？是酱油。不用，今天吃味道。肉松可以多一点的、啊。嗯。肉松可以多一点。好了，成绩单没寄来，我怎么会知道？网络上就有了、啊。查不到。我这根本查不到，拜托。真的、啊？但我今天考大学了。对。好，没关系，真的。查不到。好，那就查不到了，你应该知道的。这送到谁？哎、欸，那黄金，如果去赌的话，他不是跟你的学弟？那不是啊，学制都不一样。是同一个学校、啊。那不一样。那人家就说现在读台大读博士的。对啊，就后背后晚后面的后背就比较变学弟了，晚辈不是好不好？你那第几届都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我刚才不是有拿四双筷子吗？为什么不见一双？饭店不好不好，我还没住过。那你就是回去住啊。你查一下长荣，我们台中地方离那九族多远？听说台中也没什么好。九族？不是要去月眉吗？对啊。还要去月眉啊？离月眉多远？半小时。
很好，那我们先去月眉玩，之后再去长荣确立，好不好？哇，你不要哭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要先看红利能不能被取上吗？啊？那跟那个都不有影响。那要到春天比较来。啊，我们去的是四月啊。你定是他先你刷卡了对不对？没有。你为什么没刷？就不用刷。不用刷。不用，因为他信任他，因为主。信任他一定会做。嗯，是，方杰也帮你信了。嗯。省内内部管。对啊。像小一张工，下午跟我说，八月份要进那个，他说是全台最高。等级的温泉饭店，一间房间一个 service 一个服务专员，可以啊，那我就帮你把它扣来打牌啊。嗯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然后他说，他那间的那个温泉是全台湾最好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泡温泉。可以啊，我就泡烂啊，我下午三点开始泡啊，泡到明天早上就好。他们说要泡24小时才划得来。24小时哦，房间里面就有温泉。24小时，所以我们就要去买那个衣服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，老爸可能有。买什么衣服？对啊。干嘛？你不要。啊，清点。那个，买什么衣服？泡温泉的。泳衣的。谁泡汤给你穿衣服的？哦，裸女。对啊。嗯。不用了，因为。他那个温泉呢，他那要很高的。他说那个，他也有户外温泉。对，大众汤还有。大众要裸汤，裸汤我知道，他有讲裸汤。大众不能裸汤。哦。哎、欸，我这样我不能去泡大众。想不想太久？不是啊，我自信啊，你叫我怎么泡？可是你不能泡啊！我要遵循那个啊，日本的习俗啊，是吗？所以就是日本有信用，自信不能泡。对啊。是吗？对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所以我只能泡室内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谁说的？因为在日本。只有黑道才会自信。对啊。那就在酒店泡吗？你应该，台湾没关系，你应该让人家看一下吧，他们都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怎么了？准备被虐，看你准备。不会啊，马上给他看，对吗？好了，够。动作点那个。不要。不是，那香料。太原老师，不要。干嘛？我吐。哎、欸，不要，哎、欸、哎。要做事了。不要。等一下你自己去啊。不要。明白了。快点晕了。真好累，你们要帮忙吃啊！今天就已经很累。哎，听说他那个大众是我昨天有面就看到他说不能够那个、啊，那是裸汤。是吗？对啊。大众吃的。大众的，对啊，像就是人家。那如果是裸汤的话，是男女分开的。对啊，跟男女分开的，你以为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日本人一样，我昨天看他的大众吃就很像那种亲子游乐室啊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对啊，他不会裸汤啊，怎么会裸汤？真的啦，你去查啊。不可能啊！哎，还是我看表演，你要看。你就打电话问他。我不讲，我家里看。小张工作。我自己看。那饭店定价是赚人头了，不是赚房间。然后，看你没有跟他讲，不要吃那个晚餐，不要吃他们的food，要去外面吃。没有，他说
他那个就包早晚班的，然后都很好，有包吗？不可以自己选吗？可是不用，因为在山上，所以就是吃那边就好了。就这样子，不要利剑那么多，谁敢有一剑，是我们的感恩死啊！一个人蛮多的。我是帮他们省钱呢。我不用，他们不用，你就免了。这一次大姨婆会去。真的吗？干嘛？我好意外。然后那个太子可能会带他儿子而已。所以那个小姨大帮已经安排好了。20万。我们家开两台车。你跟黄静，然后那个大厨是跟他儿子坐你们的车，然后我们就在台站碰他们，然后那个姑姑是小厨是他们，是这样。那大伯嘞？太多了，就你们是五个人嘞？每次都嘛这样啊。那谁要坐坐中间啊？都是我牺牲啊。是吗？还是把他去换一台那个巨人座？不用，我宁愿牺牲。但是也没多远。这么远，大姨婆能坐车？大姨婆是不能坐车，她还是可以坐车啊。只是她要出门蛮难得。太多了，今天还有半半年哦，那也难说。反悔还来得及啊。嗯，他很油，你今天很油，有没有把油弄沥掉？他没有沥掉。那你应该理解啊。他没有理解，他就是这样啊，这样子。抱歉，你帮我清理。还不错。拿另外的碗。你要是泼我，知道吗？泼什么？就拿另外的碗。烤那个。是，你去把它拉到食槽去。烤成大，那在座是有谁要放弃的？赶快。他一吃，叫他赶快放弃，求他。好吧，白痴哦！只要有人一放弃，你就可以踢上去，懂吗？然后你要叫他说打电话到学校放弃。你要不要再一点面线？面线没人吃。不会啊，有你啊。太多了。不会啊。变重了。没关系。哎，太长了吧？不会，一定太烂了。好，跟够够够够够。够够够我一两滴就。今天要吃把面线，对啊，吃饱一点点，就是那个鱼肚腩，哪有？帮忙吃，嗯，我吃很多了，我会叫爸爸吃，跟人家外面吃大碗的，你就不要吃，我叫爸爸吃了。尿酒，尿酒，尿酒，尿酒。他身上那么晚进来，莫名其妙，等。因为他早就知道了，他当然知道啊，他当然早知道啊。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没记载，我不知道啊。那你今天念什么？反正就是。对啊，我那个有一个馒头，你们要吃吗？没有，没有啊。你们没吃豆腐。嗯，你是八岁泡的尿酒，尿酒，就是专门我父亲他们。不是啊，里面怎么没有蝎子？尿酒。那种有伤一定要去读，对你绝对有益无碍。那你现在去看到底有谁上来，然后打电话给他们，叫他们不要念书。我怎么知道？他们放弃、你这泼上网啊，说我哥哥被医，谁要放弃？然后放弃的人，我请他吃麦当劳。太扯，是你们耽误。到底有没有诚意？要不然呢？
你知道，为了我哥哥的前途，我都跪求你们了、啊，高抬贵手。没有。放弃一下吧。奖金发出来就会有。那个 Lady Gaga 的两只狗不见了。五十万哪知道啊？宝宝不知道、啊。你知道他学堂多少钱找吗？五十万。美金哦，黄金。嗯。你有钱吗、啊？结果他找到回来了。哦，那么快？嗯。是自己跑掉还是被人家抓？被人撸了。一定是这样啊，在美国那地方。没有啊，那说明一个啊，他不在美国啊，对不对？他好像在意大利吧？我不知道。他是意大利人，但是他是在美国。盐吃哪个？八十万，现在点。其实黄金的分数也不低呢，它是84点多分，其实不低。它是84分，啊，录取的最低是84.6还是点三嘛？嗯。所以，就表示说，哎呀，临门一脚啊！有人还是蛮厉害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实在太多了。随便都是大学毕业，所以是 EMBA 是要有经验的，要有个那个硕士的学位啊，还是会比较。你要把这个放弄，那个要你这样汤要先倒，不要倒掉，这样倒我帮你弄，因为只是你要洗，我为什么我要我起来，我一定要我起来的、啊。因为它太重了，等一下一起用双手把它弄起来就好。先不用。你们哦，在科技公司哦，啊，你们本身不是练功的，都要朝什么方向去走呢？经营管理、行政人事三个部门下去。那你不止啊。那个有你的机会，谁那块是我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。因为工科的他每次是工程师嘛，那你们不是工科的吗？我们现在要急气救黄靖啊！啊，你现在从今天开始每天去那个文昌帝君报那什么拜拜啊？你就看看有没有人那个什么气球，有没有人会放气？会，他会笑。他不是鱼啊。你自己，这我想这种很难讲，真的。嗯。那怎么做嘞？等他没带人，那就考台大。我非台大不读啊。是吗？对啊。你考台大，哎、欸，刘书爽被你的学姐。不是啊。给我那个。你的那个什么？那个英文叫什么？科育。多益啊。啊。也要加强。那、啊、你胡子为什么不刮？我听完会刮。我今天买了两本书，到现在都还躺在桌上，一页都没翻。废话，三月说以后才开课啊。哎、欸，它真的越来越多，也、欸、是有点可怜。刘总这边这么大那么肿。红姐，毛红姐开什么课？你不一定会去看医生吗？我要啊，下礼拜开始。毛红姐开什么课啊？啊？线上教学了。线上教学没用啊。
有没有用看个人啊？懂嗎对你来说就没用，懂吗？对我来说受益无穷。外面人在滑手机，那不是啊，没办法，因为现在都疫情啊。你看张玉成他也只能身上做教学啊，他也没办法。白痴哦，我那个课是我们公司弄的哦，很便宜哦。多少钱？3000块。可是在台多久啊？三个月啊。发现这不行。每周几天几小时？因为我有放排骨的关系。没有啊，还把课放在那边啊？你想什么时候你就可以随时上啊。真的吗？你有十二周啊？那都已经做好档、录音档嘛。小台子还好。不行，那个看到干嘛？那个鱼都拿掉。我看是没有。看录音档，你不回家买录音带回家听？因为这个好会筛选，太难。再给你机会。怎么办啊？越来越多嘞。啊？我说我那边痘痘越来越多了。对啊。就叫你赶快，你还说到下礼拜？我去下礼拜有空啊。明天空，我明天就要出发。你明天去给，你今天晚上去给那个啊皮肤科看啊。今天晚上哪来得及？而且我已经问好张医生，他去哪家看了、啊？他去后山的一家叫优势皮肤科。对啊，他就去那边做医美吧。没有啊，那边除了医美之外，还有那个正常的皮肤科。好，那你就去啊。是不是我吃那个药，所以才痘痘会才变多？不，我真的没有。你就是不睡觉。什么不睡觉？昨天睡眠早。你水分有没有喝？有啊。没有，你看你这边又被你被拉破皮了。哪有？没有啊。我跟你讲，跟这都有关系，你毒素排不出来。小妮，天哪！我跟你讲有。喝一口也是喝啊。怎么办啊？阿姨给我的那个是她平常会用的吗？那你不要用了，你要去看医生，不要用，我也怕你乱擦。为什么？不是啊，他那个百宝胶在哪里啊？阿姨叫你给我的吗？应该上次他看到你不这样，不是叫你擦吗？有吗？好像是这个吧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好烦呢，那怎么说才好啊？心浮气躁又不喝水，怎么会好？你不相信？你知道吗？中国有一个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相由心生。你的心怎样，你的外表相都会表现出来。换成一块美金，汇率是27.755，然后今天是27.85，但我还没换，我可以卖回去吗？白痴，手续费都扣掉了，没有手续费。回馈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更换3000块美金是27.755。嗯。刚刚我看现在汇率是27.85，差0.1，那我把它换回去。白痴，才那点电就要换回去？0.1块啊。白。你那么厉害啊！昨天被你换到那么低哦。没有，昨天可能时间到，应该换一下。哎，时间到了。你不需要一下子买，慢慢买吧，也不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。扔3000块而已啊。84寸。3000美金呢、欸？对啊。也是很多钱，好不好？少点点就需要。他如果多一分就好。很多。很吵。楼下有住人。谁？人。谁啊？人。你不爱他。人，干嘛？他报考国际经营管理，在你这边遗嘱。遗嘱啊，就是啊，不然你要怎么办？他又没有学有专精。跟个闹关系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愚蠢。可是不是啊？你去考的时候人很多吗？没有。人不多，那我看很难，真的难。不会啊。我就跟你讲，他们都会报好几间嘛，拜托。那为什么你不报好几间？爽。搞不好每个人都跟你那样只报一天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那个最晚3月几号？他叫你过十五，不是啦，这是3月4号，他3月15号会那个，再看有没有人那个，在哪边？3月15号。查询报道状况，备取第一名啊！3月15号以后上招生资讯网，环境质量不能掉，他叫你不能够申请不发。不是啊，3月15号
以后可以申请，那、啊、截止是到什么时候？他没有写啊。对啊，我就一般好像都是在六七月了。他要先统计到底有多少人要上啊？对啊，因为有的人会不上。对啊，所以一般来说会到六七月，所以黄定的这段时间他会等得非常的痛苦，懂吗？煎熬。没有啦，他如果有人放弃，他第一个马上补就知道了。那如果都没放弃？嗯，那是他的命啊。煎熬啊，啊，嗯，可怜的你。像那时候，黄俊还没有出国之前，在镇龙，没有。这可以缝吗？要缝，不要，那要补的了。有专门在那个针织妹绣补妹。黄俊那时候报那个东吴大学啊，然后后来又跑去大陆镇龙上班，还叫我帮他搬那个。那什么？休息。哎，对呀、啊，还跑很多关呢。结果第二年人家通知要注册，他说他不要了。他在上班，当然不要了。他这样就是卡别人位置啊，他只是先报到之后再休息啊。这样不会卡别人位置啊，休息之后他就当做你这本次名额不用啊，会拿下来了。喂，那不是白痴。你休学还是保有学籍呀、啊？你又不是放弃，对不对？他就会找下一个人。好久没看到成大寄来的通知单了。可怜你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不记得。对啊，他不屑啊！我觉得你根本就是成大的边缘人。他不屑、啊。边缘人，嗯？你干嘛捏我捏到很痛啊？你。人家是在陈大是在遮住，你是在遮住旁边的人，知道吗？等黄金练一练，你也要去考了，再练一个硕士班。我跟你讲啊。你们如果没有创业的话，就是要认真上班，当个上班族。上班族的话，就是要让自己往上提升。除非你们有自己创业当老板，那学历就无所谓了。哎，好吧。你们晚上应该就出门了嘛？对啊。所以没有回来吃吗？没有。嗯。可以把这扔，可以把这扔了、啊。要扔也不是你扔。不会上啦、啊。啊。可怜的你，你怎么可怜呢、啊？等明年啊。对不对？啊，备取第一名的机会是很多了。如果说备取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那个就可能。有人备取九都备取上了，是怕什么？受不了。那你要看什么科系啊？哎，很多了。对。因为他这种哈、哦，跟学生考的不一样。学生是闲闲没事，就是为了念书，所以上研究所才去上。这种大部分都是有上班的人，他们有很多地方要考虑说，以后如果去上的话，啊、就是考虑好才报考啊。嗯、你又换锅子了你、啊？你以为是报考不用钱哦？你又换锅子了？嗯、那也太离谱了。新锅子啊！哎，要报考是2500。你以前还不是那个？1000多。又换锅子，然后又那么大，难怪我想说怎么那么大、啊。锅子要不断的试。我跟你讲，煮菜的人，他的两件秘密武器，第一的是刀具，第二的是锅具，两种，一定不能有不好的
那做不出好东西来。是这样吗？不是吧？是。是看红利吗？刀具对一个厨师来讲非常重要。你看我们，我觉得是刀工，不是刀具，懂吗？刀工。你看我们中华料理的刀型很多种，那每种刀它的功能都不一样。你看那个大陆那个豆腐，把它切到像一朵花这样。啊，你是家庭料理啊，你干嘛要切一朵花？对，如果真的切到一朵花，那你就买。家庭料理也是要有好多刀具你才能做出来，然后锅具也是很重要。不要，你不如好好磨练你的厨艺啊，刀工、火候、调味料的配的那个什么配法、比例，哦，这样子好吗？对不对？要练内在技术，而不是靠外在设备。爸爸先生，现在是练厨艺。